好，这个是绿秀园的蝼蚁，然后我们邀请到北一民籍的公关邱品言来帮我们拉小提琴。对。好，那我开始。试探这世界，只需要一丝丝憧憬，来滋养几颗无助的好奇心。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也没有独自承受的勇气，享受触碰炙热的话题，却又怕热烈主义，观察潮起潮落的谜，谜底在夕阳人群缝隙，欲望在耳边提示谜语，是视线筑起的威力。淡水的线路变小草纸变不卑微的线路已寻求结果秘境，试探这世界只需要是命运，是视线筑起的纹理。